对，然后当然也是最重要就是发电嘛，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一个水电厂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，利用资源，但是同样也是在保护环境的一个两个作用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我也觉得它是个非常大的项目，就是我之前是听说过，我也是来过一趟，但是我才是第一次能过来三峡，然后我能亲自所见，我是很开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也有个防水的作用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，国家有一些帮助，对人民改善人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。当然不懂，我之前只是了解它是一个水电站，是一个世界最大的，但是我来了之后能所见的太多了，然后我有很多方面让我很惊讶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看有床的电梯，可能内行的人觉得很正常不过，但是我作为一个外行的人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床可以这样的床上去，对吧，可以抬上来，它的那些技术感觉是非常的现代。对，我们危地马拉是有很多水电站，但是也不算很多吧，有几个，但是也不可能有这么大，所以我也希望像我们拉美国家可以借用一些，三峡的这个项目的一些设计啊，或者参考信息，我们也可以考虑，如果将来有机会，也可以建一个可能没有这么大但是相似的一个发电站吧。今天我感觉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，我也是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，到时候我会通过我们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了解更多的三峡。